最近是过泰国的新年吗？所以今天就特别一点，我就租了一些泰式的服装，现在就出发。今天我们干什么？要等待一下哦。Later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到了这里。哒哒哒哒。等等，我看。在等奶奶姐。来了。哇，小九，这里很黑啊，这好好看啊，你看，哇，好看。我们进来了，有点害羞。啊！我只有想吃的是木瓜沙拉、yeah ，我也会做木瓜沙拉。米饭吗？米饭。你要吗？因为没人弄米饭。没关系。米饭不要，要一份。你喝什么？还有什么吗？喝什么吗？有椰子水。椰汁。有的。这个是不是一个那个香蕉还有草莓的松露？二位也要。二位也要。三杯。哦，今天榴莲要喝榴莲冰淇淋，椰子奶冰淇淋，椰子奶糕，这是可能会这么说的，然后还有那个芒果糯米饭，我特别喜欢吃这个，我现在也很喜欢。对，本来，我们那个总干，新年我们需要去泼水的，不是需要，但是文化，我们每个人就是那种一整年会每个人都等待这个时刻，这个节，对，因为什么都不用想，然后就天天玩着。这个我们放假好像三四天，有一些地方是五天，放假。对。哦，哇，不管了。木瓜沙拉，谢谢。来，大家，先不用吃零食。我努力啊，努力啊，努力啊！哇，那个汤直接分六碗。太配合开始了，直接拿一次上两次。Get feel 的，100 to 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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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
果然的甜品。太行了 ，Patrick， 耶、yeah. ，弟弟，请说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有切个冬阴功，冬阴功，要说的标准好吗？我觉得我们说的很标准。冬阴功，冬阴，你说什么功？功，冬阴功就是。吃冬阴功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你怎么说你的 accent？ 冬阴功。为什么好可怕、哦？为什么讲这个标准？冬阴功。哎，德国有吗？不行不行、啊，为什么？叫冬阴功，冬阴功。对，要短短短，短短短，就是冬阴功，冬阴功，冬阴功。对了，然后这个，哎，是什么？这个是被改歌，被改泰歌啊。然后还有松丹，是松丹，那个啥，松丹。对了，这个现在我们就点了，对吧？这个是 Number Proud， Number Proud， Number Proud， 开始吧，大家。泰的语音就是口音，是带了三个语音，英文，然后德语，还四个。中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打个折。饮什么？饮什么？现在不能喝。你们搞什么？是。哎，怎么？哎，滚！哎，我已经去了。啊，你吃啊，对不起。没事，回见，回见，回见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啊。嗯。
可以啊，你这真可以啊！我就说了，猪的这点点就可以。真不错啊、哦，真的。虽然泰国没有这个 radish， 我想哭了。真的。我今天衣服就是很看我看我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只要是拍一拍照吧。2 hours later， 已经吃完了，吃光了。没有什么的，没有什么，太好吃了，木耳沙拉真太好吃了，特别好吃。太 high energy， 太困了。对，然后一会儿我们要去哪儿？要去哪儿？花鸟市场，兔子，一会儿就过。还好，那不错。太实在了。是干嘛呀？就那个里面呢，会有那个不同的颜色的那个东西。这个是核桃，核桃对，弹核桃。这里面呢会有那个。这个可以吃啊？什么东西？这可以吃。Happy day， 这个不开呀、啊，不开呀、啊。这是什么呀、啊？ Kite， 是不是？别 kite， 还要飞。对，是 kite。劲儿啊！劲儿！我试一下。在泰国也有这种地方。对对。大部分的东西就是那种中国传统的东西。是的。手串。做一个反作用。那就这个地方吧。我觉得在这里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也觉得。这样好。闻到这里。对啊，这个吸铁。这个真的。真的。真的真的会掉的。好像那个木兰。真的拍吗？你要不要一样的这个角度？走一走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就是手链，对对。这里好像一个泰国的地方叫扎都扎，开的这是个十二黄金的吧？耶，老哥，这个老弟弟，是吗？哇，爸爸兄弟啊。对了，
拍的吗？太近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差不多了，所以今天就一起说那个三二一，祝三万送干他。